小姐要收货哦，你有订老鞋针是吗？听说我们下一次的录影是要全程老鞋针，来，哎、欸，阿飞，对，还有你下次的录影，还有你下礼拜的录影，来，我们今天哈、哦、要讲解一下有关于福斯的加州号它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啊，我们车主都要去稍微去改它的那。欸、不是这台车不好，这台车我觉得它其实很符合一般旅行，我都称它为旅行车、哦、它其实蛮好用的。来，我们现在这里要立刻建造一台加州号。来，这里有一张桌子，这里 Ocean 还有 Coast， 这里还有个插座，然后驾驶座、副驾驶座。好， Ocean 好了，那边帐在这边，我们边帐拉出来，这里来标示几个重点。这里有一个室内的插座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外部的电源插座。这个是在车的外部的配电的一个重点。然后呢，这里驾驶座椅子下面有一个原厂的逆变器，可这个瓦数我记得是350瓦 T6.1。哦，这里，但是你要记得哦，这个地方你只要有任何插头插在上面，它的逆变器就会启动。所以，因为它用欧规的圆孔的头，所以如果你把一个转接座直接插上面，那它永远都会消耗电源。因为这边你只要一个插座插在上面，它有一个绿色的灯就会亮起来。哦，最认真的听众在这里，所以它就会开始耗电。你下车钥匙拔掉，它还是会耗电。哦，这里有一个严格来讲应该是230欧规的230。哦，这里有一个原厂的逆变器，它的电源是来自于底下这一颗电池，还有后面柜子底下有一颗电池，哦，它会由这里来供电给它，产生230的电。好，那我们当我们外接电线上来之后，我们到了营区，我们会接上这个车充线。那这条线齁，再衍生出一个话题，原厂付给我们的线的长度太短，它几乎只能够在车子这边落地。那我们到营区接电的时候是这样，假设营区的电源在这边，那你不可能把这条线直接连来电线而已，因为我们通常在我们的这个地方，我们有桌子跟椅子的地方，我们会需要用电。好，然后所以我的建议是这样子。好，这里营区的电源在这边，那原厂附的那一个充电线啊，它其实只能够落地。那如果你把这条线换成长的啊，比如说10米，那有点怪怪的，因为你拉来这边，你这条线拉来这里，那你在这边，你在吹四帐这一边，你要用电风扇，你要用一些充电的话，那怎么办？第一个方法，你可以使用这里面的，用这边，当你这边有插电的时候，这个插座它的电不是来自于逆变器，它是在车子里面有线路连接到这里，然后这边有一个无熔丝开关，这是原厂的，在橱柜里面有一个无熔丝开关。那当你有接外电的时候，它就会这边就有电。那这边是110还是230呢？看你接进来这个插头是什么电压，它这边就是什么电压。好，这是第一个重点。这边的电压是来自于外电，跟逆变器无关。好，那你这边接多少它就多少。然后这里就衍生出一个问题，如果第一个情况，我们一般110的插座你连来这边之后，那这边就是110没有错。而这个问题是哪里？原厂里面有一个充电器，
原厂这里面有一个充电器，是为了对这两颗电池做充电的充电器。啊，这个时候就要小小的抱怨一下，你身为一个国际级的车厂，结果里面那个充电器以现在的设计来讲，你做一个全电压也不为过啊。因为那个充电器大概我测过也是大概350瓦最多。350瓦你做一个全电压，是你写戏哦。你卖车给全世界，全世界又不是只有你欧规230，结果这个充电器我把里面拆起来看过，我想它至少会跟我们的电脑有一个开关啊，110、220，拍谁它真的没有。这个充电器如果你接上100亿的电压，你如果外面接100亿，这边就有100亿可以用，可是这个时候你的充电器不能对这两个电池充电，那你的那个上面的仪表板也不会显示一个外电的符号。所以等于你到露营区的时候，你车子里面有因为有连接这个线路，所以你这里有电可以用，但是车子没有在充电哦。如果你连续3天2夜用助暖，再加上用冰箱，那你这两颗电池的电可能会耗完。好，所以交车之后，有很多人会去改装一个东西，哦，就是来我们来看一下。啊，要记得我们在营区基本上这边一定是110伏特。哦，这个号称啊，但是很多营区的电力不足，甚至我看过掉到90伏特的，哦，这个先不谈。啊，假设它是110进来，所以第一个做法，你可以在这边，你在外面买一个110/220的变压器、升压器，所以我们外面的电，营区的电是先来这里。然后再接到我们的充电口，那这样子我们的这个充电器它就可以对电池做充电。但是如果你是用这种接法的话，代表你里面的插座也因为经过这个升压器，它会变成220，因为这条线路是直通外面，经过 Breaker 之后直通外面。阿飞不可以偷跑。好，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车子里面因为你用外置的变压器，那你车子里面的电压这个插座也是220，因为你已经经过变压器。那这个变压器这个时候你要用多大？如果你要这种用法的话，而且如果你有用220的设备，那这个升压器它的瓦数必须要够。比如说如果你要在车子里面用你淘宝买回来的可能是1000多瓦的电器的话，那在乌龙式开关没有跳脱的范围之内，那你这个瓦数要够。如果你这边买一个500瓦的升压器，那这里面的设备也就是不能超过这个瓦数，因为还要扣掉这个充电器。好，这是第一种外接的做法。那另外有人帮人家做里面的一个变压器，这个变压器藏在车子里面。好，它也是一样，它是110/220。好，那这个时候的回路变成这样，你进来110的电进来这里面，经过这个乌龙式开关，那这个电还是一样从这里来，那等于这个110的电要提供给这个充电，这个升压器内置的升压器，那这个升压器的输出再来给我们的充电器使用，而充电器就针对这两个电池做充电。哦，看起来好像很复杂吗？嗯，其实不会。来，我们再重新再讲一次。我们这里有一个电池，这边也有一个电池。好，那我们接110的电，其实里面大概就是这样，这样。好，110的电进来，那它经过乌龙式开关，它会提供给这边，所以这边也是110，因为你接营区的110的电。好，那升压器把它藏在车子里面，就把这个本来我们进来的电线到这个充电器的线，先把它改成先进来这个升压器啊，110进来升压器，那升压器出来之后才变成220，这边变了，因为我们110嘛，变成升压220，然后给这一个充电器，那充电器就针对电池去做充电。那这样的好处就是你这个橱柜还是有110的电哦，然后一样可以升压对它做充电，当这边有220电的时候，你上面的符号就会显示出来。哦，大概接法是这样子。最后哈，还有一个建议，
这边这个插座你到底有没有在使用。如果你根本没有在使用，像电，当我会用到电的时候，我都是在车边站的这个范围。我在车子里面用的大概是手机这种低耗能的东西，所以这个插座我根本没有用过。所以我目前的做法就是像一开始这样子，我是用一个外置的变压器放到外面，当我需要对车子充电，我到营区之后是这样子，然后直接升压，这边就是220，110进来，220直接插在车子的电源这边，然后我这样就一样可以使用。我车子里面针对这个电路我没有做任何的改变。那这样的缺点是什么？下雨的时候你这边要防水，下雨的时候你这边要防水，大概是这样子。这样听起来有没有很像绕口令，很复杂？那个老婆在旁边一直摇头，我说她听不懂。简单的讲，如果 你不要做任何的改装，而且我这样用下来，其实我也没有觉得不方便，习惯了。到营区就把变压器拿出来放在车底下充电，但是我不买那种铁壳的变压器啊，免得下雨天会不会有漏电的问题。我买的是外面整个壳都塑胶的，啊，我用了800瓦，我想有多总比少还要好，所以我用一个800瓦的110转200的变压器，我到营区之后就接上线，然后对车子可以充电，大概这样子。好，那再来电线的建议。原厂这边付给你那条线，大概就是 只能够落地而已。假设它是1.2米好了，好，这条线就这么长。那有的人去买一条很长的线，我的建议是不要。我的建议是这条线齁，改成大概5米，好，大概5公尺。这条原厂的那个头的品质不错，就直接用那个动力线啊，记得去买动力线，不要买一般的延长线。也不要买那种整捆可以收的，太浪费空间。用五米的线，我建议是这条本来大概1.2米的线换成5米。啊，为什么是5米？而且不要更长。然后另外准备一条大概10米，至少10米到15米的线，一样是动力线。这条线是这样，假设我们营区的插头一样在这边，哦，营区的电源在这里，那我们会用动力线，那种三个输出头的动力线。好，就这里接来这边，好，这个大概至少10米到15米，然后买 2.0 的就好，然后记得买 2.0， 不要买 3.5 一大捆，我们的耗电大概 2.0 都 OK。 然后这里等于我们把营区的电拉来这边，那这边有三个插头嘛，那两个都给这边用电，然后另外一个刚好这条线把它换成大概5米就好，太多你收起来体积又大，这个5米刚好经过车子底下到这边插着，好，这条线5米就好，然后这一条10到15米，准备这两条线，好，你就去买，可能买到大部分是10米、15米、20米都有，那这条线你可能买不到5米，你就买一条10米的把它剪掉就好，然后把它接上这个头，好，如果不会接，我们改天再拍一个教学，利用原厂的那个头来接线，好，用准备这两条线大部分都够用了，好，大概接线的部分是这样。好，就这样子，今天的加州号的接线的小学堂到这里就下课了。好，我会再针对这个头，好，这个是一个用一支一字的起子跟焊枪就可以去做，可以变更的。那网络上也有人在卖比较长，可是我觉得那个太长，这条线如果合理的话，我建议是5米，这样就可以了。